你还知道我们你抓走吗你啊？抓的。你那证留在怎样了？不咋样。不咋样？又没咋了。你不是说你不笨吗？哎，关键是我问一句，让他待一句，我问一句，待一句，哎，跟你没意思。啥叫没意思哦？那天你不是高兴得很吗？快点，大家手机又拿起给你找微信去了。快往那看啊！我看你那有啥子来。教练，我回来教你。李阿姨，你要教我什么？首先你要贴你。要说 Hello， 哎你，我是靓仔，然后他就会叫我。不要给我闹的呀，孩子没拿名，人家也会说名，人家也都晓得从何给何你啊。别再说些啥子，还怪他蹦迪，你话都不会说的。哎，咋了？啊？你干啥了呀？我玩儿东西。你看啊，这大的妈还咋帮餐嘞？你是不是说话了你？哎呀，你看嘛，你看嘛，咋莫名其妙就帮餐了？你这娃儿啊，真的是不是？不要在那乱办的事，家都家不出来，我哪有没吃土的？那喜欢吃吗？不是我记得了吗？那没有。啊，关键是我们刚刚都聊的好子，为啥子突然就往我身上？我想不明白了噻。当然呀，我到亮家大娘喊问一下姑娘来看多香。哎呀。喂，老大，你我问一下我姑娘啦，成天说爱看聊到聊到天，你就把她拉黑了。哦，那个白熊是开玩笑的，那娘子没说笑了。以前白熊干说见到个姑娘，两个大的就。说耍你啊，那肯定没得噻。如果有，我还喊几件噻嘛。你想我两个子啊，从这整几噻啊？你给我问看嘛。嗯，过生反正有啥子嘛，你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嘛。啊，好，拜拜。这个崽子，他叫厨师长，记住不行，我是最想搂你那儿睡的，家不想去的东西。我是咋子嘛？跟人家白大娘一下我开玩笑儿都慌慌的，等到姑娘看到了那袋子，怪不得把你拉黑。你怎么开玩笑了嘛？关键是这是咋整？咋我整呢？我也跟人家大娘打电话了，看跟他跟点熟。你既然看见我跟点游戏嘛，你就别玩了，娘娘的，就是。又不该接受姑娘礼物，啥都不接受，听到没？啥子哟？既然看到小姑娘嘛，就好生不争取，努力点，把他们带回来。啊对啊，不然电话我就上传，搞得我记了，听到没？好，完了，还是死皮赖脸的再把家回来。非常抱歉，是我的原因让你误会了，麻烦你加回来，我给你解释一下。